百德烈与好朋友。礼貌。波比正在吃美味的饼干呢。百德烈在那边呢。嗨，百德烈。是的，百德烈，那些饼干应该很好吃的。嘿，哦天哪，百德烈就这样拿走了波比的饼干吗？百德烈，这是不对的。哦，快看呐，百德烈，有一架玩具飞机落在了你的脚边。艾凡走了过来，我想飞机应该是他的。百德烈，百德烈，哦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百德烈。哦，山姆和咪咪正在玩球呢。接得好，咪咪，这真是很好玩的游戏。百德烈，球就在你的脚边。这应该很好玩，不是吗？山姆想要要回小球，你认为百德烈会把球还给他们吗？请还给我。很好，做得好，他还给他了。谢谢。听到了吗，百德烈？咪咪和山姆在跟你说谢谢呢。小瑶的篮子里有一些橘子。哦，他掉了一个在地上。请你帮个忙。小瑶想要要回他的橘子。你认为百德烈会还给他吗？是的，他把橘子还给小瑶了。谢谢。百德烈，小瑶跟你说谢谢呢。啊，他还送了你一个橘子。谢谢。啊，百德烈刚刚跟小瑶说谢谢吗？这真是太好了。哦不，百德烈，快把橘子捡回来。百德烈，小影捡到了你的橘子。请还给我。很好，百德烈。谢谢。今天你一定学了很多的东西。波比又带来了他的饼干。百德烈，你想要一些饼干吗？那你应该怎么说呢？谢谢。波比和百德烈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请和谢谢了。那你呢？